我们看这一题，这题他说哈，如这个图啦，小心哈，用这个20公斤重的拉力哈，拉这个桨，啊桨40公斤呐，好，啊连接一个鱼也是40公斤，那么他问说哈，那么这个桨哈，它的加速度是多少？那这怎么做？我们先把对象钉在这个桨上面，这个桨受了几个力呢？受了这个外力是10公斤，哦，那重力加速度它是十啊，哦，重力加速度是等于十，所以它的外力呢是等于几牛顿呢？就是20，啊乘以十就20g 呀，哦，g 是9.8，减掉的话减掉这个张力，啊这等于 ma，哦 m 的话是十，哦 10a 啊，哦 ma，啊再来好，我们看看这个。这物体受了几个力呢？顺着张力 T，哦，往上拉，啊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地心引力，我就 T 减掉多少呢？10g，哦，g 是9.8，等于多少？ma 10a 往上，好，那我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以后这个就可以消掉了，哦，啊，所以这，20g 减11就10g。这个是等于20a 呀，所以我就晓得哦，a 等于多少呢？2分之1g，a 的话是等于2分之1g，啊 g 是十啊，所以是2分之1乘以10，所以答案是5公尺每秒每秒，所以这一题应该要选 C。